必须有家风带走。我知影家风要真心对待伊，唔知虾米时阵，佫会将伊放下。除非黎敏亲嘴甲我讲，伊无爱嫁我，那无，我绝对袂死心，我永远等落去。你这个囡仔，哪会这十头啊？你着爱到什么时阵，你才会清醒哈？快起来！家宏哦。你心内到底是咧想啥啦？人王金仙逼去离婚，啊伊唔敢签字，即马从内面出来走，啊双脚踏双船，伊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无愿意离婚，伊甲代志不干呢，佫无愿意离婚哦。你莫互我拄着，拄着我已经甲好好修理一下。我嫁囝无严啦，这个后生哦。我是无在了家啦，啊，不过黎敏哦，伊也快听我的啦。我即马来来去找你。阿母，阿母，那是安怎？两个人一个比咱臭毛毛倒转来。阿母，嗯，你甲家王讲的哦。我。我甲我讲啥？哼，太他妈天青啊啦！啊，李明基知影家宏的个性，伊甲李敏两个人煞袂离，你搁甲讲，今即马讲定开会，代志大条，看你要安怎收煞。甲代志有偌大条啊？偌大条，你甲想看嘛？人来法院公证处要公证结婚啦，啊，家宏走去，新娘共叫来做拖来走，啊，你代志有大条无？安尼哦。啊！你唔在抢婚就对了吼。哦，迄拢你嫁出来的孙仔啦，生生生叫你穿到八九天啊啦。我乖，我今日目睭本来就袂错。是因啊，家己的婚姻就还袂解决的哦。啊，即摆搁破坏人，规大家唔知想啥的，即个时代敢免去娶大某做疑心？我这个做阿叔的，一个某都拢还袂娶，伊一骨头娶两个啊啦。啊！木瓜我咧无无通娶，啊！某缘拢叫占了了啊！呀，即摆黎敏共娶来走，啊，毋知娶去倒去，呀，害俊杰吼人开个公司，咱都毋知要安怎共交代才好咧。讲啊，再你讲啦。其实我也无赞成黎敏叫俊杰。阿母啊，啊，你若讲这款话，你食老咧还点心？我讲咧，敢有毋对？黎敏怎个伫咱兜咧？无爸无母，伊个上可怜啦。黎敏哦，若无嫁予别人，这个囡仔还佫有老母通来疼惜。啊，黎敏若嫁予别人呢？伊命难做，我就唔知影。阿母啊，你哪会想安尼哈？拢顾家己，啊，别人要安怎？你怎想法吼？对天就袂当嫁啦。对啦，你唔通佫安尼啊啦！你若佫安尼哦。早晚啦，天公伯跳出来主持公道啦，千万唔通阁安尼难心来啊！今日你才知影你要结婚，你叫我是拍算啥？就算讲咱今晚去睡一睡，还继续。
你是才要将我放回，我还讲话是？啊，那是我歹管你，是你先放手，我去娶别人。是你，到即摆还阁唔知要安怎安怎我，敢讲你还我陪你戆戆，说到天光。不，你是歹想。阿良哥，我先处理转来阮家。 去恁家？是啊，想着阮阿妈伊会支持来，我阁再甲阿爸求情，甲阿姐求情，阁再安怎讲，阮也是靠走的人，伊一定会收留咱。行啦。我唔敢去啦。那边。去我住的所在好啊。 家宏有转来无？啊，赶快无转来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好，我继续等你。雷斌，家宏，你。 我做唔对了，我这做嘅，即卖伊做气，我就冤枉我。我予伊大家面头前做无面子，寸劲哦，哪会冤枉你就好啦。你敢知影？自你走了后，甲即卖为止，伊连一句你骂你嘅话都唔敢讲哦。像即款这么善良、这么好嘅人，你搁伫伊人嘅感情，将伊对你付出嘅金钱甲感情甲摕去涂骹打。你敢知影？安尼对伊嘅打击是有偌大咧？你要叫伊阿伯是有啥物民主通好去做人啦？ 但是我做的，甲黎明一点关系都无，你袂怪。你做的，啊！你是我你真阿妹，啊！无你讲，你是要拍算安怎？你讲啊！同齐，唔敢娶的人也是你，大家是安尼甲你求，是安怎你甲你告声？叫你讲都唔通放杀黎明，啊！你安尼哦，唔但是凭什么帮阿母来母去，你安尼家己走去结婚，走去娶别人，你是凭什么叫黎明唔通去嫁别人啦？ 我知我今日安尼就是真冲动啦。要唔过我真正就我都目睭已经看到黎明嫁有别人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是咪娶黎明了？啊，家宏又讲啦，伊叫我回伊时间，伊的解决伊的婚姻啊。黎明哦，你这查某囡仔小狗戆啦，家宏的话敢会听得上？你敢袂记？ 当初家宏是安怎甲你骗甲浓浓死？当初你是安怎伫目屎流目屎滴啦？这代志敢讲你拢袂记起？你毋是阿妹查某囝啦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阿妹心肝是有偌疼的？你若是阿妹查某囝哦，我早就甲你拍死啊啦！啊，是的啦。即摆哦。 恁两个讲死的吼，拢无较谁人，但是要干呢，看是要哪解决啦。啊，有人替你交代啦，囝，恁两个跟我来去村里遐，跟村里回家死的。我袂记回死的啦。你从代志要干遐大条，敢讲你无应该去哦。伊明明知影我现在爱李斌，是安尼，佫将李斌抢我走。啊不，你讲你叫我是要哪解回死的啦？啊，你佫唔肯。 啊，这件代志是我引起的，明仔载
我等大家心情较平静了，我会去甲村家分析一下。恁两个吼，将代志是母囝的，还佫唔认错，我吼袂当看恁来佫继续好大路去啦。行啦，行啦，快啦，我们都在家了。恁两个要住到底？我绝对袂当让雷敏走，人可是伊当家，伊爸是要变成别人，你知无？我是不怕看过讲，像你这样自私的人，你即摆甲我出去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甲雷敏大的所在啊。 你是要甲我转去？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插手我代志好无？我已经大人大正的，这代志我家己来负责啦。你负责啥？你从来都唔捌负责过啥物代志哦。你是要甲我转去听无啦？阿母，你莫逼家宏啦。你两个敢安尼讲，我就无话讲。家宏，你唔出去吼？好，阿母出来。 够人变，我较贤走。秀兰，秀兰，你今日伫遮困啊？唔是啦，我都袂放心要俊杰，爱规工拢关伫房间内，啊，即马唔知有想较开个无？想较开，敢有遮简单？你紧叫家宏甲丽敏带转来食，看俊杰较开我袂？ 阿玲，你来伫遮啦？阮两个就伫参详讲吼，是毋是去拢总结个问啦？总结啦。阿公，阿公哦，这是有当要甲你讲嘞，已经有雷敏的消息啦，你吼就较保重个，唔通阁安尼挂心意啦。有雷敏的消息啊？阿公，你赶紧阿公，雷敏人伫倒位？伊讲，伊那讲会出嘴啦。 想嘛知，雷敏即马甲家宏做伙。小兰啊，啊情形是安怎？你嘛甲我讲一声。来，雷敏，我就知。 我就知你会转来，我知你已经从容，你想几暝，你即摆应该想通啊！别紧啦，别紧啦，结婚证件哦，拢会较紧张的啦。想着你家己未来的人生，难免会惊，会生怕，阮哦，大家人拢会当了解，啊？是啦。 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啦。结婚是会当补办的，好佳哉。人来拢是家己人，大家拢袂见怪啦。丽萍，来。丽萍啊，就是你写的啦，阮大家吼都足了解。 无代志啊，阿姐，我甲你分析的，如果阿姨这摆婚的，让你去走走，让你去问，我嘛甲你分析的，丽萍。 对不住你，我真正对你做袂得过，阿哥，咱无法度结婚嘞。那无法度，当然算重新开始啊。咱搁计划伊定义就好啊。这个，我意思是讲，咱别结婚了。
我是要做你的家哦。出去，出去！阿母，丽萍姐是不是搁要等去你遐身躯边啊？出勇气来跟伊取消婚礼，啊，那么我愈做愈唔对，愈聊愈深，我无爱去害你啊，你知影无？是咧，唐家宏叫你来着，你着遐尔听伊的话，伊才是害你的人，你知影无？春哥，你莫安尼生气好无？我哪会袂生气啊？我当然会生气，伊唐家宏。伊叫你安怎，你就安怎。你为着伊吃的苦，还阁无够真相啊！伊把你害到遐尔凄惨，把你害到要自杀，把你害到差一点要落体，你竟然为着伊，把我伤害到这尔深。春哥，我知你袂原谅我，啊，不过。我真正不是一个好的家，我陪你袂得过，我不会放弃嫁予你，请你甲放我袂记你好无？丽萍，是安怎？是安怎你变甲安尼？你是真无简单才离开伊，是安怎你又倒去伊的身躯边啦？我已经无有伊啊。我无得到你安尼对待我，对我安尼好，可是我一摆真正要为坎坷来在跳，你嘛好好去卖找我好无？丽萍，你敢真正安尼糟蹋你家己啦？我袂让你安尼做啦！你莫阁讲，汤家伙。我来找伊讲好清楚。春哥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去好无？我伫这在那甲你回信的，我拢对不住你，春哥。春哥，我不是不知好歹啊，讲真实的。你是我一世人拄到的上好的查甫人，谁人会当嫁予你？都是全世界上幸福的人。啊，不过，谁叫我是拄到家豪？我已经把我所有爱拢予伊啊！叫你原谅我，我不可能再去爱你啊！你无爱我，我早就知影。我嘛唔敢隐瞒，你即马就来。也不过，我愿意等。我相信，咱结婚了，你一定会慢慢的发现我的优点，嘛会慢慢的对我有感情。丽萍，你放心，家宏一病，我会找伊讲个清楚。只要你信任我，我相信，伊唔敢过来叫咱。丽萍，你相信我。春哥，你哪有你固执啊？我拜托你，别跟你讲啊，好不？假使你来当甲我放袂记。一个真心爱你的查某人，你知影无？
感觉，我敢真正爱唔着人，我敢真正爱唔着人。我早就该警告，千万唔通惹伊，伊就是唔听啦。但伊家己也唔想看卖啊，伊家己啥物才调嘞？伊对你的感情是要哪交比？交，你袂安尼讲，佮安怎讲，嘛是咱对不起伊啊，知影的。假使若唔是俊杰，我早就死啊！你即马咪看无我？好啦，我卖看就是啊，啊啊！哥，我得伤害自己，我不要紧，卡鲁可爱，已经真无欢喜。我为着你，后来我摊个安尼，希望你会记得我肯定为你所做。你做你放心啦，我永远会记得。你敢知影，即便你安尼做，给我真大力量，给我下当就是搁再行起。感谢神。当然嘛，真实的。那你看我啦，我即摆已经啥物物件拢无啊，也毋过你还是无气啊无，赶快嘛接受嘛。相信我，我一定做你。对了，你还振作起来，你还阁少年啊，只要你唔惊吃苦，你要找什么款的头路拢真简单啊。找头路，以后我是要哪行就好嘞，去外口凊彩找一头路来做，也是家己想办法做生意，好运用看。嘉豪。你听甲王金龙放好袂记的啦，你莫让伊离离开王金龙的公司，先搁留伫遐好无？你会记的，这段时间伊予你的教训啦，人爱脚踏实地，马袂学行，搁想要飞啊啦。咱即摆安尼做，大家一定做生气。你无法当伊领导一撮，我要亲身甲家己分析个。我爱倒去啦，我是倒去另外买个一芒草头。你哪安尼讲呢？你还知影嘞？无论你安怎做，伊拢会接受你。啊，不过我无共款嘞，我一定爱倒去家己分析个才会用个啦。敢讲？你要投票一世人是？伊是你的亲人呢。好了，我陪伊来等。
你讲啥？雷明不是跟你讲过，叫你莫来找伊，你过来找伊创啥？我是陈胜祥。这给你妈的了！这句是怕你唔知计数，手拿好计哦。你是老爸讲啥啦？我先承认你啊，你莫去偷怪啊！什么承认？我替是替家明，阿哥你阿爸有计较性。 林主管，你抓准我，你跑啊！台面的等于你是孤兵士，我跟你讲，雷米基本都不爱你，你抓是不爱你，怎会是不中枪？你给我倒去！你卖讲野话就刺激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问雷米话，我干那问我家己，会当回什么？至少我会当回一个命，回一个正常的家庭。啊你，你会当回什么？这是伤害，这是老母三百三，你到有真正退休过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！ 我求你，你莫过来找我，莫过来叫我，我更加回心我好不？弟弟，你哪会说我娇养？感觉我给你只是困扰，只是麻烦。我唔对，你给我的只是困扰，只是麻烦。 我一定无法度忍受，我已经要气死你，知影无？你知影无？你给我记你啦，爷，今日出去搞阿爸，你给我记。 安尼啊，搁安怎讲，嘛是咱先对不起伊啊。弟弟，你意思是讲，叫我无代无是叫拍好耍的心，啊？你叫人拍，总计甲你拍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正有影想袂到，总计还斯文，抓讲起来竟然会拍人，一个囡仔我有欣赏，赞！ 有气票，拍了赞，啊！这形象伊，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去找你哦，哎呦，你别个受伤，好死好了，叫正应该，等两个小撮是啥物体统，敢会赶狗的，叫白应该啦，叫正事好了，阿伯。 我是专工来跟你回事的，雷敏，我无才调讲的，阮这死的家伙哦，非鬼闪罪，啊你怎敢会甘愿？昨昏的公证处，伊甲你求你也无得走，伊敢求你会行？啊你怎敢会甘愿？你那遐无定性？阿伯，我知影我安尼做。 互恁遮做事大，都无面子的。我嘛知影，我感觉解释嘛无路用啊。我感觉应该伫遮，甲大家，我是的。你毋是我的查某囝，你若查某的查某囝，我累死啦！你若爸老母就拢无伫啊！ 恁老爸老母若要挃的，早你也来生哦，土工都装落去啦。好啦，你莫搁徛在遮啦，我出来准过了。阿伯，阿妈安尼啦，人准过也无爱内面倒转去啊，是安怎你连个送内面转去啦？等伊个讲啥？你有啥物敏感啊？讲这话，你若做我无你份，我家你袂咸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个查某。 动的啦！母啊，等你是咧动啥啦？准备要结婚的，家风甲丽敏带走，迄一个查甫人的尊严哦，受到真大的伤害了。反正伊只是人哦，唔敢搁结婚啊！迄家风做遐歹事，着个代志，咱唔着爱赶紧哦，去甲丽敏带转去准备个新姑兵，啊你唔得着！点起你！我是啦，是啦，你是最要求骨的人，你袂你咪甲带走。
全世界人拢找你无，你只要甲传去厝下来，我这个面子要硬冻死。阿爸，里面店要开人带我走，迄个表叔讲今仔是免叫，即摆后悔也过。那等到伊阿回来时阵，到时真正后悔，我难一世人。后悔我难一世人。好，伊嫁准嫁来后悔，啊嫁你就袂后悔。你是凭啥要甲娶啦？心腹的代志你也未解决，你会记的袂？哈？你想我大宝做伊，要做一个娶娶来你，即摆法律敢袂遐硬呢？弟弟当时啊，财政你爸来，来啦！你莫生气啦，去，这边给我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。阿贤啦，待你嘛好啊，哈，你敢让我咧假释，哈？阿母啊，安怎？我免讲心，你若是讲哦，话咱大家拢安尼哦，抱你啦，疼你啦，想你哦，公正无私啦，哈？啊，你欺负家己后生，哈？你也无想看咧，丽敏甲家豪两个相爱遮尔啊久啊哦，哈！即摆后生也生出来啊咧，哈！丽敏人无遐想讲，人这个囡仔就生人姓陈，改变主意唔过嘛无一定。阿母啊！好啊啦，母你嘛得念讲吼，你的孙的面相，哈，想看卖，无爸无母已经上可怜啦。即摆丽敏，伊的亲生老母倒转来啊，哈！这上该好，你可要来挂断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乖乖哈，你看，爸爸妈妈在来给你看呢，啊，乖乖，慢慢慢慢，哦，乖乖乖乖，乖乖乖，熊熊熊，哎呦，乖乖乖，别哭啦，爸爸呢，妈妈呢，哇，安尼哦，才生一个口，这样也好好，我幸福呢，乖乖，乖乖，哎呦，乖乖乖，我看你了。丽敏啊，来，再坐来。丽敏啊，但讲查甫人哦，少年的是懵懂，应该拢会啦。那查某生囝了后，拢会改变。你啊看，看到安尼哦，查某生囝了后，变一个人，你看，抱起来抱到遐好势。什么人敢讲伊袂变？一定会改变，吼、哦。怎么样？阿妈出来去，让恁爸爸好好讲，吼。阿老婆，阿个囝，哇，真幸福。阿妈出来去，哎呦，阿妈，快去啊！哦，告诉你啊，实在是足天真的，咱实在不应该把大人的恩怨、家庭的心事，造成的痛苦。这当然的啦。尤其是，把伊甲伊的亲生老母拆散，还是更加残忍。丽萍，其实我无赞成你将囡仔抱了回来啦，但你想看卖啦。到阮阿妈遐侪岁啊，根本就无体力照顾囡仔。啊，阮阿伯粗脚粗手，更加无可能。除非哦，你抱倒转来。家宏，这个囡仔。阿妈呀。无啦，我是讲哦，姚斌足乖，足好带的啦。你当然的啦。
妈妈讲你真乖呢，要不啦？袂，我袂会讲，我袂会讲，这囡仔不是我的。家宏虽然是倒来我的身躯边啊，啊，不过伊甲王新辉的婚姻还袂解决嘞。假使哪有一天，伊搁走倒去王新辉的身躯边嘞，袂嘞，我绝对袂会讲的。那边啊，你在想啥？啊，无啦，我是想讲吼。你伫王家，互你甲王新辉生个囡仔，是毋是嘛感觉足欢喜个，足满足？我经过，毋捌抱过迄个囡仔。是安怎嘞？迄囡仔常常甲伊抱，伊才有安全感啊，才会感觉有人伫甲伊疼、甲伊惜啊。那我逐天甲新辉咧冤家，哪有心情咧甲伊抱？你哪会安尼啦？安尼是你虐待囡仔，你知影无？不公平啦！你大人冤家，哪会牵拖着囡仔啦？妹妹，你是安怎啦？哈？啊，是安怎你特别关心那囡仔？啊？无啦，我是可怜咱的囡仔，才想讲吼，世界上无老爸疼的囡仔，我是足可怜的。春哥。春客，你是安那？甲谁相拍？是毋是嘉宏甲你拍？是伊来抢走黎敏的呢？佮出手甲你拍？毋是啦，是我去找伊算账，我甲拍啦。哦，春客，那像嘉宏许无路用人哦，你甲拍要创啥啦？打杀人诶！我哩，干嘛呢？春客啦！阿公吼，拄则要煮面互你食，你安尼挖一个头就走啦。啊，你吼，即摆转来拄拄啊好啦，来。炭烧吼，你怎啊紧食者较紧？哈鲁克，啊，你这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恁娘来准备害咱遮清惨，搁嘛拍着伤啦，搁做咱假好事，我真正无法度搁吞忍啊我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莫怪阿哥啦。俊杰，嘉宏吼，这是囡仔咩？遐你的囝啦，看你安怎搞，搞到甲文辉的事业误误倒，黎敏嘛是共放生的，人即马俊杰要娶伊，伊搁来抢走，啊！你做人老母的人，放互伊咧为非三族。阿鲁克，你已经失去理智啊，你敢知影？你即马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你找我的麻烦。嘉宏，伊要做这款代志，我嘛是无鼓励，我嘛是无赞成啊。对不起啦，你俩准讲你即马老踮在遮照顾文辉，煮物件给俊杰吃，安尼就用替恁家赎罪啊？是无？无遐尼简单啦。恁家伤害俊杰甲文辉，恁两人所受的伤害，你完全弥补是无？你别搁讲啥，你当家是恁囝啦。阿鲁克，阿俊杰嘛是我的亲弟啦，我敢袂去害伊吼？你搁讲你无害伊？你当初我无赞成这桩事，是因为俊杰是我娶大害。我希望伊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啊，不过黎敏甲俊杰根本就无属会，我唔再去阻挡因结婚，我安尼做是咧保护伊。啊你呢？你算啥？你敢有照顾到俊杰？你一个假的小人，就当作你是伊的事端，要甲伊做主，结果你甲俊杰害到这么凄惨，你搁讲你无害伊？阿鲁克，咱讲一点仔道理好，我嘛是尊重俊杰的选择啊，是啥物人爱个代志变到安尼啦？好啊啦，林秀兰，伫个你还袂出现之前，文辉、俊杰，还佮我。阮三个人的生活是足平静，啊，不过自从你甲文辉相认了后，恁母仔囝抓出来代志，一层过一层，我不想要搁忍受。你莫过来搅乱我的生活，会用的无？哈鲁克，阿姨，你莫怪阿哥啊，要娶丽萍是我家己的意思，甲阿哥一点仔关系拢无。
恁两个人莫为着我的代志冤家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啦。袂用的啦，俊杰，阿姨无爱让你搁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杨秀兰，你莫搁这尼啊搞运动，要高兴大家好。你出去，阿姨，你出去，阿姨，出去，阿姨，出去啦！是安怎啦？高丢，我白走啦。阿陆空，你是想讲我去贪着文慧的感情是无？你错啊！我的老的家，一来是因为我的囝家明住伫遮，二来是因为文辉，伊即马破产，人阁无好，阁安尼失志，我袂当伫伊上需要我的时阵来离开伊的身躯边。今日，不管你讲啥物话，家业家业，我都袂离开。除非文辉甲我赶走，啊，若无，我就是唔离开啦。